欢迎收看新闻 talk show， 我是雅雅。哎，您爱吃海鲜吗？您知道台湾人有多爱吃海鲜？居然呢，喜欢的程度呢，排上了全球第四名。哎，您知道到底台湾人一年要吃掉多少海鲜吗？很惊人的数字哦。台湾的水产商机非常大，到底接下来有多惊人？我们今天请到现场专家来告诉你。第一位呢是这个上市公司哦，崇越集团董事长郭智辉，郭董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湾的水产商机真的非常大，所以郭董，您在这个半导体业叱咤30年哦，当初怎么会想要从半导体业跨足到这个水产事业啊？我们在大概5年前，那么有人介绍了一套很好的这个保鲜的技术给我们啊。那我过去在半导体产业里面，我们做材料做设备嘛，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好的东西啊，都想引进到台湾来。那我们也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技术，对台湾的这个食材应该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海鲜。那刚才大家都讲，台湾吃海鲜吃那么多嘛，那海鲜是它很容易就腐败的一个一个产品。新鲜最重要。对 对，新鲜最重要。那么我们当初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技术，它得到2008年日本的这个创意大赏。哇！那么这么好的一个设备呢，我们想引进来以后，应该对台湾的这个产业帮助应该会很大啊。那我也打听了一下价格大概是多少钱，他讲说也不贵了嘛，一台大概一个小时冻结50公斤的设备，对，大概台币1000多万啊，1500万，1000多万，对台湾的小厂来讲是有一点压力。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您是用半导体的，我的半导体的设备都是用亿开始起，对，所以你会觉得很便宜啊。当初就是对这个市场不是那么了解，就是转一圈以后才发现说，这个1000多万的设备对台湾的业者来讲是非常大的负担。那我们也因为深入了解以后发现啊，台湾在处理这些海鲜啊，海鲜非常可怕哦，非常可怕。我们会渐渐的去了解说，很多的业者他为了要保有这些海鲜的鲜度，他处理一些用一些化学的方式去处理这一些鱼货，对，那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担心难过的部分啊。那我在想说，我一向这么贪吃嘛，然后居然吃的这些东西会这么多啊，危险这么高，对，所以我想说，好，既然大家这个业者没有办法做嘛，我们自己来处理好了，对。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哇！所以是因为自己其实老饕了哈，想要吃的安心，所以呢干脆自己下来做。所以刚刚其实钟哥讲，因为台湾其实海岛型国家嘛，其实水产资源本来就很丰富。但董事长你也很有勇气，你刚刚讲到，虽然1500万的机器对这个半导体来讲是小咔咔九牛一毛，但是如果用在水产业，当初这些机器都卖不出去，你了不起就自己下来做啊？我们还是要认为说，这么好的一个技术，其实它对台湾整体来讲帮助应该很大。对，那我大概就是刚开始先处理这个，从海鲜开始做嘛。对，那鱼或者是虾蟹鹅啊哈，这确实经过我们的这个冻结以后，对，坦白讲了，现在一般的其他的公司大概冻结都是2年。但是我们的冻结技术，大概你放5年10年都没有问题。它这个冰箱跟一般有什么不一样？它不是冰箱，它是在这个冷冻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物理的现象，在-1度到-8度呢，那么它会产生冰晶的现象。对，那所以它要快速通过冰晶带。对，那一般的人讲就是这个快速冻结，但是它多多少少还是会形成冰晶。对，所以当它解冻的时候，热胀冷缩，把里面的那个冰晶啊，就是互相刺破，水分子刺破，那个细胞膜刺破以后，血水就流出来。哦，所以当你买冷冻的东西，它通常会有血水。那这个解冻又有血水，就代表这个东西啊，柴柴的，不会好吃。哦，那咱们家的技术呢，就是不会产生这个刺破这个细胞膜的现象，所以它不会有血水流出来。所以它保有原来的鲜度了哈。我的技术是没有办法把不好的东西变好，但是它是把好的东西维持住，维持是这个样子。所以听说这原来是在冷冻细胞用，你把它拿来冷冻水产。这个主持人非常厉害，这个技术在日本是得以得到那个创新大赏。对，
它本来在动干细胞的，哇，干细胞生技产业就是生技产业的。然后呢，这个技术呢，其实在医学，现在医学领域一直持续在发展。对，那在用在这个食材的上面，是我们啊往来的这个日本这家公司的老板，他本来以前就是在做这个食品加工的这个设备，所以他把它转换成食品加工。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比较历险的效果，就是在海鲜，因为海鲜来讲，它的氨基酸变化会比较快，对，所以很捞啊，大家吃很捞很高兴。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其实这个是有一点讲起来是有一点不太好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鱼啊这些都是生物，活的东西，然后你活的东西你马上用外力来处理它啊，它还是会反抗嘛，那反抗它会发出一种酵素。当然不会对你马上有产生什么样历险的影响，但是日积月累，你可以看到台湾为什么大肠癌那么多，这些都是它的反抗的反射动作了哈。但是因为我们不会吃了马上就得癌，要吃一段时间以后才可能这样。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运送过程，对，运送过程里面呢，它你想看这么多的鱼或者这么多的虾，它会乖乖的在那边睡吗？一定不会，所以你一定要放一些啊，比如说孔雀石绿啊，或者是这个啊虾虎宝这一类的啊，让它就是乖乖的在那边躺在那里。但这些都是致癌物了。所以你吃的这个，比如说龙胆石斑啊，你很高兴活的现宰的，我告诉你，那个宰的过程里面，它已经吞了多少的这个孔雀石绿，不知道哇，没有办法验嘛。对。那我们后来为什么决定说在台湾大量的这个赶快来处理这些事情？对，基本上还是希望让大家吃到安全安心的这个食材。市场当然是不大了，我们在看台湾的这个食材的市场，台湾的食材市场大概2000亿，哇，2000亿的这个市场，哇，跟半导体业比真的是零角而已，零啊而已。但是哈，这个怎么讲？这个2000亿它会做出来的食品，大概是5000亿的市场。就2000亿，它会辐射食材嘛，对，它做食品衍生出来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些好的东西呢，其实台湾的养殖技术是全世界一流的，对，种植农业开发的技术全世界一流，对，当然。但是如果大家都只看台湾这么小的市场，其实是不值得的，对，所以大家就削价嘛，那你要让这个整个产业起来，其实你要好的冷冻技术，对，才可以做 export。也当做出口，对，你来做出口哈，你当然就是要很好的这个技术品质啦，我觉得我当初引进就是认为这个技术对绝对可以让台湾外销日本，外销这个中国或者是东南亚，这个食用啊这一些啊食材的这个国家哈，对，台湾是绝对有机会。但董事长，你5年前，因为你有远见，你看到这样的市场。可是当时半导体本业这么赚，你要这样转投资，投资人是认同你的理念吗？我们只一小部分啦，一小部分啦。我通常是会这个样，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大学是教这个管理的。那我也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嘛，你企业在发展里面一定要多角化，未雨绸缪。对。那自己稍微能够历练一下，实验一下。不过我的理论是这样，就是说，当你赚10块钱的时候，你可以留1块钱来发展新的事业。那你的股东大概你少发给他1/10的这个股息，他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太大的意见啊。对啦，别听啦，你跟他讲说我这个将来是要发展更新的事业。你股东会送他一片鱼就好。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我想这个跟两位啊顺便说明一下，我们今年的股东会啊。是送给，不是送鱼啊，鱼这个比较普通的东西，而且更厉害，不好带嘛。我们现在是全鱼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年股东会是送面膜。哇，是送面膜，因为我们这个鱼鳞，鱼鳞对对，鱼鳞来萃取它的胶原蛋白，对，是，然后用这个胶原蛋白来做面膜。我们家的面膜哈是非常棒。今天看节目的观众有福咯，因为不只是从业的股东可以拿到面膜，看节目参加抽奖，我们锁定粉丝页。今天董事长也有带一些面膜要给观众来抽，看看这个用鱼做的面膜到底有多棒。我们大概有发展这个技术，对，就是做面膜，然后第二个我们萃取这个它的 Omega 3，
所以我们也有做这个胶原蛋白果冻。哇，这些东西都是让台湾的女性更漂亮啊！台湾女性本来就很漂亮，她们可以抓住这些青春的这个尾巴。哇，所以从一条鱼衍生出来很多商机耶，把这个鱼的所有其实都是发挥到最大。但是呢，刚刚董事长讲到，其实本来在半导体业是追求良率、追求高毛利，但是现在用科技人的思维来做卖鱼、来做水产，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稍后来继续聊聊。欢迎回到新闻talk show。我们刚刚提到呢，这个董事长您过去是在半导体业，每天呢是忙着把半导体材料供给这个台积电、联电啊、友达这些公司。但现在呢，您从科技人的思维跨入到水产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过去大概很少会有业者他会他的鱼然后出来以后他会去检查，对，那检查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但是我们过去在半导体这个产业，我想工业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它所有的我们所交给客人的这些产品，都是要经过检验，就是高度精密工业，对，都一定要检验的，不能允许有瑕疵品嘛。对，但是我想在水产这些东西，因为它价格不高，价值也不高，价值很高的，但价格不高，对，所以不行就丢掉，不行就丢掉。那它可能在处理的成本就非常的高，对。但是我总是认为说，这些鱼啊、海鲜啊，做出来是要让人家吃的东西。对。所以我们要跟人家不一样，而且我们是冷冻的，所以我要让消费者买到的东西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说不用担心的。对。那经过科技的这个检验，我们希望出来的东西品质都一样。听说你从原来这引进冷冻这个细胞活成技术之外，现在还开始自己开了养殖业啊。我们当然不会自己去，这个挖池子来养，因为现在其实人也找不到，所以我们会跟有一些过去在这个科技这个渔夫、科技农夫，在漂鸟回乡计划里面回到这个乡下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朋友，他们有自己养殖，他比较能够接受就是无毒的这种观念。那过去呢，传统的养殖鱼，譬如说在养这个鲈鱼。鲈鱼是一个很好的鱼，但是鲈鱼呢，过去呢养殖业大概一分地啊，他们会养差不多8000，好的是大概8000条鱼的。对。那但是农夫总是怕，这些渔夫总是怕说有问题，他就一倍的量下去，可能15000条的鱼一个池子里面15000条。对，但是那鱼他就会感觉到说有人跟他在竞争，所以那个饲料一下去他就拼命吃，吃太多了，吃太多以后他就肠胃炎。鱼肠胃炎。鱼肠胃炎。哇，肠炎生病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抗生素给他吃，鱼马上就死了。那渔民损失就很大。对，所以他会用抗生素，主要是他没有这个好的养殖技术。哇，那现在这些科技的渔夫他们不会这样，他就是8000尾鱼，或者是更少5000尾，他就是让那个鱼在很好的环境里面，然后不用抗生素的饲料，然后让它长大。那我们就是跟这一些渔夫配合，对，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够放抗生素，因为这抗生素都会以我们后来买来鱼来吃的人都会留在我们身上啊。对，当然。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那你们要怎么去检验他们的？我们就是按照半导体那一套，我们有所谓的防厂，我们有我们的 QA 系统，然后我们自己的检验室。对，我们检验室那个我们除了有这个马上我们厂部的这个检验室以外，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在总部有个检验室，检验项目更多。那为了要公证以外，我们有时候还会送这个第三公证单位去做检验哦。那我保证每一条我们加工处理过来的鱼，有 IQC 也有 OQC 哦，就是说我们 incoming 的时候就有检查，对。然后加完工以后再检查一次，出厂又要检查一次。那检查看有没有重金属啊，检查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异物在里面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追求的。对，包括我们的工厂，我都主张不要用化学药品在处理。我们尽量能够可以的话，就是用机械跟物理的方式呢来处理这个鱼，因为毕竟卖的是要人吃的东西。对，不能够再有其他化学变异的东
哇，所以刚刚董事长讲到，他们真的从源头开始控管。过去传统妈妈们都通常都是妈妈在买菜啊，所以其实哎、欸，大家都会觉得是要、啊、去菜市场买菜。可是刚刚也讲到，现在观念在改变，而且科技在进步，所以董事长，现在你们的族群哦，就是这些所谓繁忙的上班族、职业妇女。那你怎么样去打开你们的客群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哈，就是上班的这个族群啊，我当初所设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我原来半导体的客户的哦的这个客人呢，因为他本来就认识我们公司，相信你有品质保证，对，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我们公司其实跟其他的业者是有点不一样。刚才在讲的是我们这个冷冻还有一个好处，就对业者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如果是卖生鲜的，他这个鱼捞起来他就要卖掉，对啊，那变成说这个价格起起伏伏，对。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就是说，我到了他可以收购的时候收购起来，然后做起来，我其实可以平衡价格，对，平衡价格，所以价格就有优势，不会起起落落的这个价格。第二个呢，品质一定都是一样，品质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所有的上班的人他非常方便，非常方便，网购就可以买了，网购就可以买了，对，网购可以买。那我也有门市，对，那门市大概都是，因为我既然锁定上班族，对，所以目前我们大概就是台北跟新竹，哦，都会区为主啦。你看现在新竹平均收入是台湾最高的，对，那在台北嘛，对，所以我们大概这两个地方在服务了。啊，其实事实上我的客人也大部分都是在台北跟新竹，我们平常也会教一些啊，我们有开这个厨艺教室，对，教大家怎么去烹调，是不是还有一些简单的调理包可以很快速就能够上桌的？没错，我们大概就是来买我们的鱼，然后鱼你要比如说要泰式料理啦，啊，或者是说啊，你那边用那个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对，所以我们都有这些啊高汤或者调理包，那你回去以后把它混染。把它稍微瓦斯炉煮一下，对，煮一下就加热，然后很快的就可以吃得到。其实呢，只要食材新鲜嘛，所以一定好吃。但刚刚大家听了两段，肚子也饿了吧？到底有多好吃呢？我们稍后回来马上来试吃。欢迎回到新闻 talk show。 哎，我们看到桌上满满的都是好吃的海鲜，这么多，董事长，这都是你们的卖的海产吗？那卖最好的是什么？卖最好的好像不在这里。哦，今天带来哦，龙胆石斑，龙胆石斑卖最好，因为龙胆是比较大型的鱼，对，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把它分切到大家可以带回去吃了，那卖的比较好，所以比较方便。可能现在没有货，对，大缺货，但是我们那天有拍到了，对不对？ Okay, 那还有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啊，像这个是鲈鱼排啊，鲈鱼排我们都已经分切好了，所以你在家里在食用的时候，不管你要煮汤啊，或者是这个来煎啊，或者是蒸，都很好吃的，都很方便，对。所以今天这边也可以看到有虾、白虾，然后有干贝。白虾是台湾养的啊，那干贝大概是从日本进口的，但是我们都有完全的去检验了，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安心的去使用。看起来卖相还不错，但是到底吃起来味道如何？我们今天就来现场试吃哦。刚刚讲到，其实这个鲈鱼哦，因为大家觉得处理很麻烦，但是鲈鱼台湾很爱拿来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其实这个就是药膳鲈鱼汤，就是您刚刚讲到，其实调理包已经帮大家把高汤熬好了，鱼块丢下去煮一煮，开个火就好了嘛。对。这个就是一把剪刀就可以了，一把剪刀。就是说大家这个上班啊很麻烦，或者冬天，其实这个药膳的部分，我们大部分就是在补的啦。对，就是说春夏秋冬我们都四季的补法。我赶紧来吃吃看。你吃看看，应该是，大众口味。对，大众口味。真的是。而且它这个鲈鱼的肉质很鲜呢。志宏哥，这台湾人其实很爱吃鲈鱼，对不对？没错，就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生病的时候，我知道每次生病，我妈就会煮鲈鱼汤给我进补。那这个感觉，我觉得大家都是对，喝起来有妈妈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我们的鲈鱼通常是台湾人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手术以后，都是会吃这个鲈鱼汤，对伤口恢复比较好，伤口恢复比较好。那我们家的这个鲈鱼，一种就是给这个伤口恢复比较好的吃的，另外一种是这个就是一般你在食用的，它可能本身里面的这些结构有点小小的不一样。七星鲈鱼是比较贵的七星鲈鱼都大台湾业者都在出口到日本去日本人也很喜欢吃鲈鱼。对，鲈鱼营养分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肉质非常细腻。
那我们做这个药膳其实就是给大家在补的。对，那我想主持人可能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微风哈，这个台大医院的美食街哦，里面我们有一个这个鱼汤店，里面也有卖鲈鱼。那也是你们的鱼啊？也是我们的鲈鱼啊。那我们这些鲈鱼，也就是说，请这个业者他们去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养大的。费姐刚刚提到这个是药膳汤，台湾人很爱补哎，这药膳汤您喝起来觉得如何？我觉得鱼汤要好吃，就刚刚两位主持人还有我们来宾讲的，其实鱼汤一定要热的喝，因为这个鱼呢，其实我们一般吃，比如说像女孩子，比如坐月子啊，或者是有伤口的时候，她多吃这个海鲈鱼。对，那像这种药膳，然后又是天麻，其实对我们这个，比如说像成长中的宝宝，都是很好的补脑的一个利器，或者是我们常常在耗脑的人，其实吃天麻或是枸杞补气跟补脑都非常的好。那我特别要讲呢，其实我刚看到了这个郭老板的他的这些水产的这鱼货，我就发现说我几乎是看到活体在线，不是看遗体，是活体在线，因为它非常的新鲜活跳。我光是看那个虾仁，因为我知道我们一般看虾仁怎么看，因为你光是看它的外表，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新不新鲜。我们怎么看？你看我们现在看镜头上的它的虾仁呢，你看它纹理是很清晰，而且是很深邃，而且它整个的那个我们讲的说它的虾激素里面都非常的清晰明白，而且也非常的我们讲说整个颜色是很饱满。但是如果一般是我们讲说泡过药水的虾仁，第一个它是感觉会很凝透，那个凝透呢看起来你整个纹理是不清晰的，你只能看到细微的一丝丝，但是那个虾仁整个就是整个都是整个结构不完整，你就可以感觉出来。那你咬起来会觉得好像很劲道，那那个就是完全不符合。看起来新鲜，但吃起来好不好吃？我们赶紧来试试看看。刚刚费姐有讲到，其实虾仁哦，学问很大，因为大家买虾仁最怕买到吃过药的，是，因为它要能够新鲜或 Q 弹的话，通常会大家会担心加一点硼砂或加一点这种。没错没错，磷酸盐对不对？然后让它变得比较红润。没错，那你在吃的同时呢，我也要讲那个它的白虾，因为它的白虾我刚刚呢也特别就近去看了一下，它的白虾呢跟一般我们看到的白虾也比较不一样，因为通常我们看到很多的白虾，它的虾头呢你会觉得特别的红，那个特别的红你就要小心。那你看它的，不管是它的那个虾的那个触须，或者是它的虾脚是红的，但你看它的虾头是整个是黑的，整个它的虾的内脏是整个黑的，就颜色这才叫做新鲜。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它的虾是跟它的石斑鱼是鱼虾共生。就同时养殖在一起，所以它的白虾也特别的弹跳，所以你看它的整个感觉就是白虾的活体在线的感觉，就是如果头特别红就可能有打药了。 对, 对, 对，这是要特别小心。所以刚刚这个费姐有讲到嘛，就是其实身体然后跟头颜色是均衡，代表它其实这是非常安心的。是的，所以刚刚董事长讲到鱼虾共生是什么样的概念。一般来讲哦，现在台湾过去台湾养的草虾啊什么都是非常有名的地方啊，但是因为放了太多的这些药，所以这个都所以反而活跳跳要担心，是不是？对，那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台湾养殖业还是很厉害。对，那么他就是把这个虾白虾呢，一部分养在跟鱼一起养。哦，那有的跟这个石斑鱼一起养，有的跟这个石目鱼一起养。对，所以现在你再看看，但是量很少，量很少。对，所以这个你还要一池一池去收。哦，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养自己吃的，然后有加药的要卖给台北人。我们今天所以吃的这个是没有加药的，台北人也可以吃的，可以吃，可以吃，很多啦。就像这个南部的很多人家，他自己养的不敢吃。董事长，因为你刚刚讲到，其实呢，现代上班族很麻烦，很难去料理。那这个虾仁呢，特别是这是泰式酱，这个调理包也是可以直接加热就可以使用。对，我们公司大概为了要方便这个上班族的这些这个女性，对，所以现在很多人也不会做菜啦。对，要调这个泰式酱还真是难倒我，对不对？对，那他宁可在外面吃，但是其实现在因为外面的这个大家又很担心食安的问题，所以又在家里
要做菜，对，但是又从小没有学做菜，这我们就是方便大家，给大家方便，所以我们有做了很多的这个啊，除了刚才的调理包以外，我们有做一些调味酱，调味酱，但是我家调味酱就是基本有几个人工调味料绝对不放哦，所以我们都是熬出来的汤头哦，对，所以让大家很方便，像这个只要虾仁啊，加上我们这个泰式柠檬酱啊，对。然后放到电锅里面一蒸啊，大概20分钟吧，就很快。可是我觉得这个虾仁好像基本上它其实只要蒸一下，然后把那个泰式酱拌炒一下就 OK 了吧？也很好，因为是美食专家，对美食，可能要多跟您请教一下。本身它的虾仁就比较紧实，所以你如果过度的加温，会让它肉更紧实。不如就是说你用蒸个一两分钟，再用泰式酱拌炒一下，那个味道也可以吸附到这个虾仁上，扒在上面，味道会更出来。世宏哥，他这个泰式酱很够味耶。对，我觉得吃起来那个虾子的口感，就觉得真的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们吃那种虾子，就是最忌讳吃到那种虾子，就是软软的，一吃到口感就完全不对，对，完全不对。那有时候又怕吃到那种口感是很脆很脆的，那刚好在两个中间，那又很紧实，我觉得吃起来你又觉得是蛮。新鲜，那加上那个酱，我觉得是蛮清爽的。对，我们这个酱除了可以放在虾仁上，它是其实在蒸鱼用的。哦，泰式柠檬鱼，然后大家必点的，你的那鲈鱼对不对？那这个酱放上去，然后去蒸。其实董事长里面有放到一个特别好吃的香料，叫罗望子。哦，所以它酸中有带一点那种甘甜棒的那种植物的香气，哦，这是罗望子的味道。哦，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方便，这我是不懂，我只会吃，但是这个是主要是我们是请这个大厨啊，对，他们去开发，而且大家可以吃很放心，因为我们那天去拍外景哦，在他们的超市真的看到董事长在那边吃午餐呢，所以董事长吃了，我们大家其实跟董事长吃一样是安心的，对不对哈？绝对是无毒啦。但是董事长刚刚讲到，您呢是因为自己爱吃，但是又很怕死，因为怕大家吃的不甘心。所以干脆跳下来做水产。对，现在哦，居然呢还要这个自己种菜，甚至连畜牧业都开始开发，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稍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透视，我们刚刚其实试试，这个口感真的很鲜甜，真的跟一般的这冷冻感觉起来吃起来不一样。可是董事长，您当初从科技业，从经营半导体哦，跨足到生鲜产业，应该也吃了不少苦头吧？确实是很大的困难哦，因为过去传统的这个做法都比较没有在品质上面去定义的很清楚。对，但是因为我们做科技的人习惯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在处理的过程都有标准作业程序。对。那刚开始进来这个领域的时候，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吃了不少苦头。那不过我想，我们经过这几年以后啊，我们现在建立一个比较严谨的生产的方式。嗯哼。那包括我在高雄，我也投资了一个大概全亚洲最先进的一个这个水产的处理工厂，在加工里滤这一段我们可以完全负责，就比较不用担心有添加物的部分。那因为还是要溯源了哈，就是说你加工做得再好，你前面进来的是 garbage， 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对。那我们希望说大家真的是让台湾的这个水产成为世界一流的话，就像挪威的鲑鱼到处大家在买，对，全世界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你的养殖要非常的强。那台湾有这个条件，对，把它做好。嗯，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 follow 这个比较好的原则，不要太贪心，然后让这些鱼在很好的环境里面呢能够成长，对，那成长出来以后再透过好的加工呢，那它可以让在市场上面更有竞争力。那消费者其实也不应该去贪图这个所谓低价的产品。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市场上面低价的产品，它会这么低，就羊毛出在羊身上吗？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它可能对品质没有一定的这个坚持。但是我们最大的不一样，我在这个三年来最大的痛苦就是说我在定位上面没有定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当初卖的这个鱼都是卖给健康的人吃的，所以健康的人吃他吃我的跟吃别人反正就是都是一样，不会有什么差异，明显的这个差异。那我们现在后来开始修正，就是卖给
需要健康的人吃的，亚健康的人吃的，或者是需要健康，比如说刚才讲说这个鲈鱼就是卖给开刀的，对，开完刀的人吃的，所以医院的地下美食街就有你们的鲈鱼汤。对对对，所以那我们在处理的过程还是一贯我们过去在半导体业界服务的这个精神是一样，对，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监控，所以所有从头到尾都有记录的，对，都可以追寻的，对，我就是说可能会有一点，可能也有一两次会有一些小错误，这个难免，对，但是我们都是有迹可循，都是一定有做产销履历完整的，的这个加工履历的，对，所以这一点对消费者来讲是更有保障。现在其实大家只要挂上有机啊、小农啊，好像价格就可以卖得比较高，但是也常常出问题，像前一阵子就那个坚果过期了，重新包装再卖。所以董事长，因为你们现在开始多角化经营，有生鲜超市，我看你们超市其实非常非常多琳琅满目的东西，你怎么样去控管他们从源头开始的品质？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个所有的东西进货都一定要检验嘛，都要附检验报告。那如果是我们是尽量挑这个比较有品牌的这些东西进来做，那比较符合我们理念的这些厂家啦，比如说我们的理念就是无添加，无添加然后自然成长的商品，这个是我们希望说让我的消费者我的客人能够买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董事长，你们现在开始，我看到你们现在连畜产业的部分除了水产之外，现在猪肉牛肉通通都有。 对，因为现在的猪肉跟这个家禽啊，对，就是政府也规定嘛，一定要冷冻屠宰，对，已经没有办法在菜市场里面活体，对，活体屠宰。那这个活体屠宰是卫生上面问题会比较大，对，那现在就冷冻屠宰，但是冷冻屠宰又不好的加工技术，其实就会觉得肉质没那么好吃，那我们是基于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去跟人家契作，有专门契作，就是说我就是一个月，譬如说我养300头猪，对，请他人家帮我们养300头猪，一个月给我们300头猪，然后我们来加工，然后我们来卖。那鸡也是一样。对。那我总是希望说，让我的朋友能够吃到安全安心的东西。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不敢吃猪肝，很多人不敢吃腰子，那种东西就是就很怕抗生素很多嘛。然后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这个什么松板猪。对，那松板猪是猪颈肉啊，就怕那是最危险的地方，那是打针的地方。哇，那你可以选那个啊，脸颊肉啊，腰内肉啊，哪能买？那有松板啊。对，这个就是非常就是令人担心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契作的猪是不打针的。所以也是对，不准打针，不准打针，就是它是吃。让他身体壮壮的，对，强壮的，那也不能够有什么瘦肉精的，反正就可以吃比较安心。我反正就跟你一头猪买多少钱，对，那你就是这样子帮我养大。所以呢，刚刚董事长他讲到，其实他们是用科技人半导体厂做半导体的思维，跨足到生鲜产业，所以当然坚持他的理念跟品质很重要，希望能够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哦。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怎么样吃得更健康？也感谢你今天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